Hello，大家又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等下直接从就颈椎的部分我们就跳过喽，我们就开始会打开这比较面部的空间，然后做一些脊柱的延展喽。好，移一下我的汇聚。好的，我们再回来到拉耳朵，就是耳朵往上拉，往上拉，往上拉，往上拉。那也可以把耳朵稍微往内拉一下，然后画小圆，然后反边画小圆，然后拉耳垂，然后用你的大拇指食指按一下耳垂，好的，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用食指，或其他手指也可以，就进去耳廓中间的这个凹槽，然后压一压它。嘴巴我们再张一下，张个十来下，上颚要往上顶，真的有点像你要飙高音的感觉，才会打开你口腔里头的空间。因为有的时候这里头的筋膜是我们太不常去延伸到的。再把上下颚往上撑开多，因为如果你的下颚会有咔咔声，就是可以尽量更小心一点哦，要更小心一点。你可以在延伸到最长的时候，让上颚很像塞一颗鸡蛋一样，让它被往上顶。然后你会发现上下颚打开，你的脖子后侧就被延伸拉长了，所以这个是其实很重要的事情。跳三下，三、二、一。如果你刚好想打哈欠，那也非常好。好，然后我们要让嘴巴里头鼓气，然后放掉。我们再做五下，五、四。三、好，然后我们把气鼓到上唇后侧，跟牙齿上排牙齿这的中间，好，下面上下，这次换鼓左边，鼓右边。你有时候可能会发现那个里头的空间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就是好像左边跟右边不太一样。好，所以要我们把左边撑开，把右边撑开。尽量把那个空气啊，送到你觉得那个区域没有舒张开来的地方。然后再感觉像你的脖子、肩膀。好，慢慢回来。然后我们要做小鸟嘴巴的动作。变得真的是像鸟嘴巴，好，九，八，七，
较喜欢听到这种附加的价值，对不对？对于那种什么筋膜调整或者健康，其实好像比较没有兴趣，对不对？比较喜欢听到这些附加的价值，什么人鱼线啊、穿刺线啊，然后小脸啊之类的。我们要做有调整一下鼻子的筋膜啊。好，这个可以让你的鼻子变得比较高挺一些。我说真的，就是真的，对啊。那我们要捏紧，先碰一下鼻子，然后用力的吸，然后放掉。我们要做个五次就好，我也觉得这好累。所以就是把这个鼻翼贴紧，然后用力的吸，让这个鼻翼贴。做你可以做到就好，然后放掉，然后再三次。最后两次。哦，整个人都热起来。好，最后一个一。好。感觉像你现在整个面部的感受，里面的空间，还有颈后侧的温度。我们要开始加上一些背部的练习，一样先帮我推推肩膀不动哦，肩膀不动。我们要再找一下肩胛骨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微小的动作对松开肩胛骨是很有帮助的，尤其当你如果就长期用电脑，肩胛骨一直被往前拉的状况，那有可能就是会跟你的肋骨是粘连在一起的，或者也有可能你有在练健身，你有在重训，那这个区块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里面可能有一些粘连。把右边肩胛骨往前推，然后对，好像有人推你一边的背一样，然后我们来回推个十下。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不清楚，我再把那个另外一个影片的连结贴在看资讯栏或上头，那个影片应该讲得更清楚。是，因为有的时候都担心大家觉得我废话才多久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很像门把一样往前推，二、一，所以我没有在推我的肩膀，好像要换往后拉，很像一样，就是那个门的门把，把它往后拉，把往后拉，但门拉不动。十、九，或者像往后拖的感觉。八、七、六、五，所以这可以松动肩胛骨。是，因为它跟肋骨中间还是有很多肌肉，那这中间有可能会粘连，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挤压把它松开。二、一，好，来，现在要练习一下我们的反应能力喽。我把右边往前推，左边往后拖。我讲反了，左边往前推，右边往后拖。啊，右边往前推，左边往后拖。左边往前推，右边往后拖。右边往前推，左边往后拖。好，右、左、右、左、右、左、右、左，然后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、一，好，感觉一下你的背部。你刚刚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筋膜是在被挤压、被松开来呢？接下来我们要练手臂，其实也是练背啊。好，掌根往前推，手肘打直，吸气，吐气往两侧推开，像推开两道门。好，这里吸，吐，吸。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十，九，
八、七、六、五，肩胛骨收着手臂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把深吸气，双手的手肘往两侧推，吸气，吸饱吸满，止息。吐气放松，然后让血液回流到你的肩膀。然后我们手掂你的肩膀，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把你的手肘往上推，然后帮我关注一下你的肋骨是没有跑起来的，所以反而肋骨是要往下才会练习到这里头的胸小肌，所以这边才会是延伸的，然后你的肩胛骨会往下掉，手肘朝前，然后直接就朝上了，所以没有往外开哦。十、九，那你的肋骨渐渐往下掉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好，换边，让手肘朝前，然后往上推十。让肋骨，你可以先摸一下肋骨，就是帮忙它稳定，但它是往下掉的。所以手肘是直接往前，然后直接往上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回来到中间。好，我们直接来做一些脊椎的流动，双手像推开窗户一样啊。好，头顶上又看不到，推开窗户，吸气。然后让你的脊椎整个是延伸拉长，从你的颈椎到你的尾椎是延伸拉长的，变成很像一个弧线，躺在一颗瑜伽球上面。吐气，观，很像观哪一本书，然后看到哪瞌睡一样。可以选择嘴巴吐或鼻子吐，把吸气打开，吐气观，吸。吐，吸，吸，吸，吐，吐，吐，吸，吸，吸，吐。小手臂最好可以合在一起，吸，吸，吸，吐，吐，吐，吸，吸，吸，吐，吐，吐，吸，吸，吸，吐，吐，吐。然后我们要用手掌来到头顶正上方推，吸吸吸，吐吐吐，吸吸吸，吐吐吐，有点像以前那种什么哪一派的武功，那种万佛朝宗的感觉，吸吸吸，吐吐吐，吸吸吸，吐吐。吐，吸，吸，吸，吐，吐，吐，最后吸，吸，吸，吐，吐，吐。好，慢慢回来到中间。我们手，双手在心口前放一个菱形，掌根一样要往前推哦，掌根一样往前推，吸气，吐气往前推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。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它一样会动到你侧边的胸大肌、胸小肌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那你会感觉到侧身收紧，所以掌根要用力往前推，然后把手肘推直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，一，好，准备深吸气，
手掌根往前推，吸气吸饱吸满，止息，吐气放松放掉。好，我们要用食指互扣，但我们先这次先用手背放在那个枕骨的位置，要把它往上推，然后手肘一样要架开哦。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右手肘找右边的地板，然后吸气回来，吐气换边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。吐，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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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吐，吸。好，我们先解开手，然后我们把手放在你的肋骨的位置，摸得到肋骨吗？大概在胸口的位置，然后我们要，我们先放在肋骨的位置。然后往右边倒的时候，让右边的肋骨往下，左边的肋骨往上，用你的手帮忙。啊，你会觉得这样你可以倒得更多。然后吸气回来，中间，吐气往左边的时候，左手往下，右手往上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。会感觉往右边的时候，右边肋骨往下，左边肋骨往上，像那个电扶梯一样，吸，吐，就是百货公司电扶梯，一边往上，一边往下，吸，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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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好，回来中间，我要做划船的动作，它对我们的背部也有很，就是有很大的训练到，很大的训练到是一个什么词？好，今天词汇都有点怪怪的。好了，双手往两侧架开，肩胛骨收，我们刚刚找过肩胛骨，所以现在用自己的力气让肩胛骨在背后集中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我们让右手肘转往右膝的方向，好，然后往前，微微往前划船，回中间，然后左手肘往前划船，回中间，右，左，右，头稍微帮忙顶一下，左，回来的时候微微帮忙顶一下，右。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。好，回来中间，我们加大动作。右手肘，我们先转往正前方，所以现在扭转很多，对不对？然后右手肘往下，一样是划船，然后把你的肩胛骨，有人帮你拉着肩胛骨带上来。我想着拎着肋骨上来帮忙，你会轻很多。好，左手肘往下，右手肘往下，左手肘往下。所以上来的时候，想象有人帮你拎着肋骨跟肩胛骨，你会比较轻松。左，右，左。右，左，想象肩胛骨或肋骨被提上来，最后一边，好，慢慢回来到中间。我们现在脚开，大家帮我想着你的后脑勺去划船，去拨水，用后脑勺去拨水哦。我们会先用右后侧拨。所以你脸会先看向左边，所以先用右后侧拨水，像刚刚的动作。
但用你的头去带回中间，然后左后侧拨水，我们做慢一点点，去拨水，然后一样，肩背的力气要把自己拉回来啊，右后侧拨水，一样维持长吐气，左后侧拨水，你想要盘坐也可以，啊，右后侧拨水，或者甚至你坐在椅子上坐，然后手搭大腿。也很好，因为这样可能会更稳。左、右，帮忙拉自己的肩胛骨跟肋骨往后拉，左、右，很好，左、最后右。然后慢慢回来到中间，我们想象你的耳朵高度有一条线，我们让头先好像低下，有那种间谍片的远红外线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穿过去，因为你不能碰到，头先低下来，然后穿过去，然后你再绕过去拔上来，然后你耳朵高度，头先低下去，所以这边会，所以这边肋骨会往下，这边会往上。好，你就有空间了，然后带上来，右，左，手你就自带就好，右，都用你的脊椎去带，左，右，因为整个脊椎、椎间盘都会被拉开，右，左。右，左，好，慢慢回来中间。我们现在转向正左边，一样，右边的耳朵可以往上拉，小心的妈妈加奥美加油，往上拉，往下抛，然后骨盆卷，腰卷，胸卷，头为正，耳朵靠近心口，但心口往后融化。所以像肚子中间一样，你抱着一颗瑜伽球，侧抱，然后往下钻，然后顶筋打上，右边再两次，右耳往上拎，往下抛，骨盆卷、腰卷、胸卷、头卷，好，耳朵找心口，心口往后推，往下钻，然后顶筋打上，最后一次，耳朵往上拎。往下抛，骨盆、腰、胸、头，耳朵盯心口，然后往下钻，头顶心拔上来。好，我们转转转转转转向正右边。好，现在换左边的耳朵，被小心的慢慢拉拉拉拉拉拉高，往下抛，然后骨盆卷。腰卷，胸卷，头回正，耳朵听心口，头顶心往下钻，然后把头顶心拔上来，然后再耳朵往上拎，有必要你就可以用手帮忙自己啊，往下抛，骨盆卷，腰卷，胸卷，头卷，耳朵听心口，心口往后融化，头顶心朝下，然后往前往上拔高。最后一次，耳朵往下听地板的声音，骨盆卷、腰卷、胸卷，头回来，耳朵听心口，心口往后融化，像你侧抱一个瑜伽球，然后头顶心朝下，跳水，头顶心拔上来。好，我们回来到中间，骨盆、腰、胸椎下段、胸椎上段四段。推推尾椎，左推右推，推推腰椎，左推右推，推推胸椎下段，左推右推，有需要你可以用手帮忙，推推胸椎上段，左推右推，但想着从你的脊柱出发，好，连起来，由下往上连起来，所以尾椎、腰椎、胸椎、头却贴到右边的墙，然
然后换尾椎要追胸椎头贴到左边的墙，可以加上手拨一下侧身的皮肤，可以带给他一些刺激。右、左、右，把我讲反了，右、左、右，也顺便动到你的手腕，左。好，然后我们先往下倒。好，然后一样用手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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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的位置带上来，反边，用手指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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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。然后换边带上来，点点点点点点点。所以你的手的辅助是非常有力量的，它可以帮助你提点你的身体，然后你的身体，因为皮肤是一个感觉器官嘛，那当然它也是一个排泄器官，但它是我们就是表皮最大的感觉，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感觉。然后，所以你这样子触碰到它，它会有感觉，然后它就会知道大概要朝哪一个方向去进行，那你的感受就会加深。我们最后做一个扭转，右手往后拖，然后左手往前推，往右转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眼睛看远，看后看远，吸，吐。我们加上眼睛的练习，往后看远，吐。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会看某一边看比较远呢？吸，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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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回合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好，慢慢回中间，我们稍微静坐一下下就好，我们今天就不躺着大休息。让深吸气从你的鼻尖带入，感觉一下空气的温度。吐气，你可以想着它气经过你的头顶心，然后从你的后脑勺，然后整条脊柱下沉往地板。然后吸气的时候经过你的头顶心，呼气的时候从你后侧的督脉整个下滑往地板，很像有人顺你的头顺你的背这种感觉。最后两个吸吐吸气，从鼻尖带进，穿过头顶心往头顶上方，然后往后往下。最后一个深吸，你也可以这样顺道摸一下自己的头，顺一下自己的肩颈，然后告诉自己感谢身体今天为我们做的所有一切事情，然后支持着我们，然后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去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。双手一样合掌来到心口前，一样感谢自己，然后感谢身边所有的资源、时间、空间，然后以及发达的网络可以将我们串联在一起。好，双手可以高举至眉心 ，Namaste。好。我的网络有的时候也挺有个性，就是它有的时候会很顺畅，有的时候就会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子。所以就是早上直播一半的时候我就先切掉了，然后就再录了再上传。就祝福大家今天有愉快美好的一天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